哥们，麻烦你帮我俩照张相呗。好，来吧。啊啊啊啊！老公，他把咱手机抢走了。没有，咱手机没电了，他可能给咱俩充电的，把造型摆好，特别。 停车北，没事吧？下车的乘客，你还不好笑？下车，你滚！
行不行啊？这玩意儿咋那么磨叽呢？快点吧，快点得嘞！我行，瞧好吧您。哼哼哼哼哼！哎呦我去，这玩意儿这是太麻烦了。Oh my love，咱们结婚吧，好想和你拥有一个。录的啥？这还没录完呢。那不不录了，这老娘们听到一边放屁呀、啊！放屁的录完了、啊。不行，这老娘吃的麻辣烫啊！你妈，过我一嘴他妈香呀！不不不不不！大姐，干一个。啊，跟去那边试一下，时间在那边。这边吗？啊，在那边。我操！没有屁啊！大姐，误会，哎呦我去！误会，要走了，我到那边去钓啊，那你小心一点啊。
娘真性感，真带劲，这才叫淑女。我操！哎！哎，他妈！你们亲脸上一边去！你咋的？